说起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女子，相信大家所想到的第一个人应该就是武则天了。的确，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代女皇，让人们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。同时，除了武则天这位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女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女子也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个女子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杨贵妃。杨贵妃在我国历史上其名声是比较不好的，同时也引起了众多人的不满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唐朝的时候都是以胖为美的，而现如今许多女孩子却是追求以瘦为美，这是恰恰相反的。天生丽质难自弃，一朝选在君王侧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白居易写的《长恨歌》狠狠把杨贵妃夸了一把，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被后人所津津乐道，经过白居易《长恨歌》诗词的渲染，成为千古绝唱。那么杨贵妃如此吸引唐玄宗是有何魅力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史料未及。杨贵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位美女，相信大家对杨贵妃都是非常熟悉的。据野史称啊，杨贵妃身高 1.64 米，体重138斤。也有说杨贵妃身高 1.55 米，体重120斤的。但杨贵妃究竟有多胖，至今无法考证，只能从唐代诗词、书画、雕塑、陶俑以及各类艺术品中寻得一丝痕迹。玄宗和杨贵妃是怎么认识的呢？玄宗后宫美人很多，竟没有一个令玄宗中意，玄宗因此郁郁寡欢，时常发怒。有近臣进奏说，杨玄琰有个女儿名叫杨玉环，现为寿王妃，资质天成。玄宗闻言大喜，也不管人家是自己的儿媳妇，当即吩咐暗中招来观看。不看不打紧，一看之下玄宗傻了眼。杨玉环长得美艳无比，而且能歌善舞，智慧过人，聪颖异常。这样风艳照人、风情万种的女人，没法不让一个正常的男人动心，何况风流种子李隆基。她是唐玄宗最为宠爱的一个嫔妃，在之前杨贵妃是特别喜欢吃荔枝的，而唐玄宗为了能够得到美人的开心，就会让人去到南方运来新鲜的荔枝。虽然说唐玄宗为了得到美人的开心和快乐，但是却也是为此损耗了众多的人力和物力。杨贵妃在得到唐玄宗的宠爱之后，其家人的地位和身份也跟着有了一个巨大的提升。但是杨贵妃的家人却因为吃里扒外，而且干预了朝政，所以说使得唐朝的人都处在了热锅之上。也正是因此，使得杨贵妃成为了人们最为讨厌的一位女子。在那个以胖为美的唐朝时期，杨贵妃的体重是138斤。而现如今138斤对于许多女子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，除了找不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之外，同时也会因此而感到自卑。但这样的体重在唐朝却是特别的吃香的。那么138斤的杨贵妃是如何伺候皇帝的呢？其实有着三个比较重要的办法。究竟是哪三个办法呢？说出来有些让人羞于启齿，今天就让小编带领着大家一起来一探究竟吧。如何侍奉皇帝？首先就是因为杨贵妃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美女，因为从小就精通琴棋书画，所以说在当时男人都是特别喜欢这样的女子的。就算是在现如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子也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因为这样的女子身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和魅力，而这一点也正是杨贵妃最为独特的存在，也正是因此才会获得唐玄宗的宠爱。历史上描述杨贵妃的词语有很多，而最为出名的肯定是要数白居易赠送给她的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后宫粉黛无颜色”，说明她的颜值是非常高的。其实虽说杨贵妃有着138斤的体重，但是也不能说她胖，顶多比较丰腴，而且该瘦的地方瘦，该胖的地方胖，因此就非常受皇上的喜爱。
毕竟这样的身材可比那干巴巴的要好得多。再加上杨玉环的姿色出众，能得宠也是自然的事情，这是其一。其次就是杨贵妃的性格了。杨贵妃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比较娇羞的，遇到一点事情就会向唐玄宗去撒娇，而这样一来就会使得唐玄宗非常的受不了。所以说也正是因此会使得唐玄宗深陷杨贵妃的神秘感中，而杨贵妃也正是因此深受唐玄宗的宠爱。最后一点，就是因为杨贵妃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，做事特别的小心，而且对待他人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全。杨贵妃对待唐玄宗也是非常的小心的，也正是因此使得唐玄宗对杨贵妃非常的喜欢。但是杨贵妃最终的结局却是非常悲惨的，除此之外还没有能够生下属于自己的孩子。但是在当时那个乱世中，杨贵妃能够深受唐玄宗的宠爱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。她善解人意，特别擅长揣度圣心。有一次唐玄宗跟某位亲王下棋，眼看玄宗快输了，杨贵妃故意将怀里的宠物犬放出，任凭他乱跑一气，打翻棋盘。唐玄宗哈哈大笑，避免了输棋的尴尬。唐旧书有载，太真资质丰艳，善歌舞，通音律，智算过人，美倩盼成营，动如上意。所谓善解人意，是我能先一步想你所想，思你所思，给你一种尽在不言中的默契。这份懂得便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缘，不言不语便胜却人间无数美好。安史之乱前一年，水旱灾害不断，百姓衣食难安。一日唐玄宗忧心忡忡，一个人待在城楼上看雨，对平日最爱的羯鼓、胡旋舞也失去了观赏的兴趣。换了一般妃子，顶多就是端端茶、倒倒水，哄皇上开心。杨玉环却善解人意地说，圣上若是为灾情担心，臣妾愿舍得衣物来一次义卖，以赈济天下百姓，宽慰正心。且不说义卖这事儿能不能成，杨玉环单是说出这段话来就已经赢得了唐玄宗的心。因为那时的唐玄宗缺的并不是多么贵重的财物，而是一颗懂他、能为他着想的真心。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归宠爱，可伴君如伴虎，一不小心就会忤逆圣意，招致祸患。杨玉环倾国倾城，看似是一朵开在盛世娇艳的牡丹，实际上它更像一缕飞絮，随风飘摇，被命运裹挟前行。天宝五年，杨贵妃恃宠生骄，得罪了玄宗，被遣送回娘家。资治通鉴有载，妃以妒汉不逊，上怒，命送归。换了其他妃子，被遣送回母家后，多半难以翻身。可杨玉环不一样，她有的是本事，让玄宗念念不忘。果然，贵妃出宫后，玄宗心中想念，饮食不尽。高力士揣摩圣意，便把杨玉环又召了回来。杨玉环也懂得让步，懂得示弱，只见他盈盈拜倒，给双方一个台阶下，让玄宗瞬间原谅了他，二人恩爱如初。天宝九年，杨贵妃又因为无职再次被遣送回娘家，而这一次被遣多半与杨家滔天的权势有关。玄宗有心杀鸡给猴看，杨玉环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剪下一缕秀发托人带给皇帝，泣不成声。妾侮圣言，罪当万死，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，无可遗留，然发肤是父母所有。果不其然，玄宗见到秀发后又惊愕又惋惜，马上让高力士把贵妃召了回来，恩宠如前。可见聪明的女人在爱情里都懂进退，或许杨贵妃退多进少，但谁叫她生在一个女弱男强的时代，谁叫她的男人是九五至尊的圣上呢？比起武则天，杨玉环不算那种顶聪明顶有野心的人，她不甘朝政，最多是个渴望被爱喜欢撒娇的小姑娘，偏偏唐玄宗爱惨了她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